嗨，你们好，我是小飞象。今天的游戏非常简单，名字就能看出来，让每个人都成为秃头。你已经秃了，只要你能记住，没有得到任何尊重，好吧，这即将改变。看起来我秃了，我就要把别人也给变秃。那么来看一下这是什么，这居然是个大亨游戏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地方，假发销售啊，那我现在应该怎么赚钱呢？打开免费理发的地方。哦，这还有礼物可以拿。哦，测试你的运气，能给我们钱吗？哎，75块钱，还可以。奖励，每过一段时间就有奖励，货币能领，能领，能领。好，我现在有90块的启动资金，这是干什么的？自动理发店。真的假的？灯光可以升级，升级！哎，来了，哥们儿来了！哦呦，自动把你变秃吗？你这什么蘑菇头啊？你在我这椅子上坐完，你得变成光头。这他一直在里啊！可以给他升级。哎，走了，变成光头了，走了他。我还在升级，给他升级。一直升级，好，等级10了。哎，这不是赵老师吗？哎呦，我把赵老师变成了光头，这也能升级是吧？来了，最大等级了，每秒1.5块。我这游戏是替光头给别人赚钱，这也我迅速给他升到10级。这里出，哎，这假发，收集假发能干嘛？哎呦，这里也是一个位置，收集假发是来这里卖的吗？抠的，空的，啊？啊，这什么建造货架？哦，把假发放在这里。哦，我们是给别人剃头，然后收集他的假发，然后让别人来买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一下子明白了。造一下灯光的钻石什么玩意的？来来来来来来，我现在能收集15顶假发呢。说啥呢？背包满了，我就给你全部升级。然后把假发放到这里。然后假发卖的钱就在这边可以拿。哎呦，我们这店不就盘活了吗？再给他升下级，好，好，好。还有什么东西能领吗？一分钟之后又能领了，再收集点假发给他去卖卖。吼吼，这么多假发吗？来吧，全部放在这儿，来吧。还有模特，我们用这个钻石全部激活，全部激活。然后这边拿点钱。展示货架，拿点钱。好，49块的话，我们先把这个全部给升级。好，升到了七级，然后再收集一些假发，放到我们的货柜上。这是我们卖假发的地方。我们的假发哪里来？是从别人的头发剃下来，那也不是假发，那是真发呀，哥们儿。自动修复，清理垃圾，清理下垃圾。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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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假发全部统统带走。啊！这个好像坏了，果然啊，这个好像坏了，那我们得给它维修一下，修复哦，再给你升级。好，你升到了，你也升到了最大的等级。然后接下来下一台机器是200的，有点贵了啊。这边可以拿点钱，拿点钻石。然后钻石可以干嘛呢？钻石可以抽我们这个钱。好，先抽一把，这相当于转盘啊。又获得了28块钱，钱不是特别多。下一发是200，然后我们的背包全部放在这边，再拿钱。200还是很快的，这个我们的货架快满了。这么多头发吗？这么多头发吗？来吧，我的顾客们，把你们的头发交出来吧。后面还有什么？哦，后面还能解锁一个，看起来我们的店很厉害啊，很厉害。再过50秒钟，就又有一点钱了。把假发全部带走，然后放到这里。钱一拿，有200了吗？199吗？199吗？你们快来买一买呀！好，钱够了，200的机器应该剪特别多的头发吧？啊，这有的头发便宜，有的头发贵，2块、7块，真的，每个人的头发都不一样。然后我们现在能携带20个头发了，这是什么？180的传送带，
传送带是干什么的？我们现在有四台剪光头的机器啊，全部给我过来，全部给我过来，我要把满了，满了我们就走。180，货架上的，哦，全卖完了，这卖的挺快。这一排头发这么快就卖完了吗？能领吗？这么快就卖完了吗？钱再来一点。哇，头发，我对爱的头发。看一下180的传送带是干什么的。喂，来，下一个是四分钟之后就有一个奖，一分钟之后又有个转盘，上货架，180来了，180的传送带，哦，能把头发全部集中到这边，哦，这个没升级，给你升级，不是传送带的头发，你倒是来呀，那传送带怎么还假的传送带，一点都不动，啊，哎，给我过来，对，商店能干嘛？货币买280，哦，钱又来了，兄弟们，走，这好像卖得很快呀，又卖完了，这卖得太快了吧，这头发也卖得也太快了吧。自动收集头发，这边有什么？自动存货架，自动收集现金，高级啊，那这是什么？双倍现金哦。我们把这个现在先目标先把这个升到十级啊，十级了，最大等级了，最大等级之后会出来一个新的图标，坏了，得修啊。新的图标是330，那我觉得我卖批头发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赵老师头发只吃5块7块的，每个人都从我这儿抱头而归啊。看起来又可以抽个奖了，抽！哎呦，5个钻石哎，还不错。背包满了，那就在这儿先等一等。货架上想必也空了吧？再次摆满，再拿了一笔钱，然后330啊，330有人吗？330，走！哎呦，扩大了我们的店面，我的乖乖！我的乖乖，又可以升级了呀！这又多出来了四个机器，估计那边哎修，又坏了，这理发店这机器不太行啊，老机器吗？啊，现在能收集25顶假发了，我就在这儿先等一等啊。好，背包满，放上去，好。100多，我们现在一批货架上的假发能卖100多，你一个人买几顶啊？你一个人买30顶吗？全买光的吗？这么猛吗？第一大事是扩充我们的货架，需要220，不然我们现在这些东西都摆不上去，都摆不上去。你们都这么快就摆完了？没多少时间摆，哎，机器坏了。没多少位置摆我们的货架了啊，220，背包满了，没人来买我们的东西了，摆，够钱了吗？够了，我们的货架应该能摆更多东西啊，货架一满又满了，全摆了，好，这边好像又可以抽奖，什么东西呢？7个货币，哦。哎，机器坏了，修。背包一满，这奖励是什么？在哪里钱？货架又摆满了，现在呢，货架上能摆，你看正面两排，后面一排，看到没有？在哪里钱？然后是这边可以给它升满之后，这边是380，可以造一个新的。下一个等级是几分钟？我看看啊，还有21秒就可以拿310块钱，可以。哎呦，这收集不过来了呀！我摆货架摆上去拿钱，一切都好起来了，兄弟们，一切都好起来了，不说了，一切都好起来了。再玩4分钟，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礼品盒啊，这还有黄头发呢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货币。领310能直接造这个，呼，然后这可以升级啊，哎，赶紧给它升级。好的，背包满了，那想必货架上也空了吧？来吧，摆上我们的一排135，很好，
哇，我们现在已经有1、2、3、4、5、6台机器啦，六台机器啦，这么多，然后能收集30顶头发，这头发也是卖的越来越贵，然后这边买的人也很多，货架又铺满了，你们快买呀，不然我这头发都更新不过来了，你们都快买呀。这个应该能升到10级 ,OK, 最大等级，然后下一个是550吗？有点贵了哦。有点贵了哦，还有一分钟可以抽奖咯。还有什么可以 ?4 分钟和3分钟可以拿钻石。好，在这段时间机器没有坏啊。机器没有坏，我们就放上去。拿钱。205。放上去。哎，这个造出来是500的机器，我好朋友估计头发都已经没了，都被我们剃成光头了。造，造，拿钱，300多了，钱来得很快，还有几分钟啊？还有25秒，我们就可以拿一次了。我想把这个自动修复给造出来，30钻石可以收一个自动修复，那很方便啊。这样机器坏了，我们就不用，都不用我们修。这边的怎么样呢？卖的差不多了吧？卖的差不多了，全摆上去，货架又满了，货架又满了。嗯，哎，来了啊，来了啊，给我点钻石也好啊。啊，3分钟之内乘以2倍的金币，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哎，修机器，我要这么多钱干嘛呀？好，给你升到10级，哎，最大等级。下一个是640，我不知道我们的箱子里有没有640啊。总而言之，我们这个光头理发店啊，现在越来越棒了。在又可以铺货架了，又可以铺货架了，400可以铺货架了。还有多少时间？还有34秒钟，我们要开个箱子。今天的营业就到此为止，好吧？看一下箱子里到底有什么，有什么东东。铺上去，拿钱，放货架，一气呵成，一气呵成。现在货架上有4排，左右各两排，拿钱，640，这钱来得很快啊，不出意外会来得很快。修机器，这机器老快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还1分钟来，哎，1秒钟来，给我看看这个箱子里到底有什么。啊，给了我150块钱啊，也不错，150，我把这个机器一修，然后这边东西一放，然后这边一拿钱，然后这么一造，我们第8个机器就出来了。好吧，小朋友，今天这个光头理发店就玩到这了。那么你们想把哪个朋友剃成光头呢？好吧，让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记得点赞关注哦，拜拜。